命这个东西特别奇特，只要有阳光有水，你看这就是一当年的一个破白鼠，嗯，这破白鼠，这破白鼠，白鼠土豆都差不多啊，这是个白鼠，嗯，原来我还有颗土豆。这白鼠呢，本身它甜，是不是含有糖分？它生命力又强啊，都干死了。干死了，嘿，我用水一泡它，它又活了。嗯，我当时我就说，这哪是白鼠，哪是土豆啊？这就是一座须弥山，就是一座须弥山。嗯，所以只要有阳光、有水分、有苗不愁长。嗯，我什么都吃啊，这是咖啡。我以前不喝咖啡，是老邓教我喝的。中东喝都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有好多渣子是不过滤的，后来意大利咖啡才开始过滤。前两天那个谁阎鹤祥，就是说相声的德云社阎鹤祥，说你有咖啡机吗？我说没咖啡机。嗯，阎鹤祥他叫壮壮，壮壮他做啤酒，那啤酒甜不呲咧的，嗯，一看就是泡妞喝的。阎鹤祥跟我一样都是光棍儿。阎鹤祥比我小大概20岁吧，至今40岁正是年轻力壮，跟岳武穆岳飞似的，可是也没女朋友。然后那个喜欢军品，我就把我跟我一模一样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个新的带美国国旗的给他了。嗯，他给我扛了一箱啤酒，叫壮壮牌啤酒，一喝特甜，我不喜欢太甜的。嗯，我喜欢刺激的，喜欢辣的，甜酸苦辣。虽然我最喜欢甜吧，但我使劲老拒绝甜。嗯，说拒绝甜，我也是装逼。嗯，你看我土豆跟白薯，我就喜欢吃白薯，不喜欢吃土豆。这块生日止疼膏，我把这儿给裁下一段儿，裁一段儿。嗯，我这眼镜不破了吗？粘我眼镜，粘我眼镜。我眼镜大黄鸭子的，我得到北京才能找大黄鸭子，让他给我再配一个眼镜。嗯，我这狗都喜欢吃白薯。嗯，但这狗特坏，特狡猾。这白薯冻了它就不吃。嗯，冻了就苦了，它就不吃。不吃也不浪费。嗯，我可以把我这白薯，你看，你干嘛不吃这个呀？啊？他知道我会责备他浪费，然后他就扭过头不理我。不过这也没事儿，嗯，我只要把这破白薯拿出去，我只要放在这儿，一会儿喜鹊就来吃。嗯，我只要放在这儿，一会儿喜鹊就来吃。我们这儿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你别看我喂狗这碗啊，你看这儿 France 呢。是吧？法国的，这是法国瓷。为什么拿这喂狗呢？它这个是个平的，狗啊吃饭是用舌头舔，它舔这碗就不会走。我们平常那些碗，嗯，底儿都是尖的，底儿这尖的这碗，嗯，你那狗一吃，狗一舔着这碗，狗一舔这碗就走，这碗就走。你看。干嘛不吃啊？谁浪费粮食了？你知道爹讨厌浪费粮食。嗯，我这狗呢，都跟我学的。嗯，我这狗特别喜欢干净。你要给它吃东西，一定得给它洗干净，要不然稍微有一点杂味儿，它就不吃。你说狗怎么知道杂味儿啊？狗的鼻子多灵啊，狗最会区别味儿了。嗯，那个我姐老担心我在这儿吃不上饭，我都是速溶的，我姐来老给我寄她做的那个酸奶。嗯，她做的酸奶都是拿这个盆奶粉的，我就老说你别给我做酸奶。做酸奶呢，那个当然是最好吸收的了。他做那酸奶呢，还得冰冻，夏天，嗯，用冰袋拿来，不然路上就坏了。
这酸奶这东西啊，只有是在大概多少小时的时候是最好。我不懂啊，我就啊，我认为最省事的就这个，一个是麦片，一个是麦片。麦片是什么？就是大麦或者燕麦，把那东西，把它给压扁了。为什么压扁了呢？压扁了好煮啊。所以我连煮都不煮，我根本就不煮，我不煮，我那说那你怎么吃？我就拿开水一烫，开水一烫的这个，一下就我倒在碗里边，拿开水一烫，我烫完了。烫完了之后，水温低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倭寇奶粉，这是倭寇奶粉，这奶粉你不要小看，这玩意儿不好买了，这是澳大利亚的，我把我这澳大利亚奶粉，我就往里，你要开水不能冲这个奶粉，一出都是疙瘩，成疙瘩汤了，但开水烫这个麦片可以，我煮一锅开水。把麦片倒碗里边，等这温度低一点，这麦片也给弄化了的时候，我再把我这倭寇奶粉放里边。我放的多，我至少放五勺，甚至放七勺。然后这就是我的早饭。然后呢，我吃完了，我不刷碗，我把我那碗放地上，我狗替我刷碗，我狗把这个东西舔得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我跟我狗都用一个碗，来吧，我孩子，来吧，你看我的狗。特喜欢早晨的阳光，但马上就过去了。我引诱我的狗，进阳光吧，进吧。人呢，只要有阳光，然后呢，每天必须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C。我这么说，我也是这么干的。我每天早上吃麦片，而且我这东西特省能源。我再说了，把这麦片往我那法国碗里一倒，开水，泡两分钟，这麦片就化了，化了之后，我再把这奶粉往里边一倒。我跟沙和尚也让沙和尚这样，然后呢，我还不用洗碗，吃完之后把碗往地上一弄，我女儿把我的碗舔得干干净净，是吧？你看我女儿12岁的哈士奇了，一般狗长这么好的没有，就是因为它吃的东西跟我一样，多少好的，在阳光下，麦片。好的奶粉啊，你要弄什么三鹿，那你是找死。说你吃了蛋白，对，还买鸡蛋，鸡蛋也便宜。中国鸡蛋再贵，鸡蛋也是便宜的。老有那傻帽造谣，还说鸡蛋造假，鸡蛋造不了假，鸡蛋造假得多贵呀？你想想是不是？啊，做一壳，再做蛋白，再做蛋黄，那成本太贵了，是吧？啊，你这，要造假都是造那高成本的，造奔驰、造宝马、造莱卡，那有造假的，造翡翠，没有说造花岗岩造的，是吧？所以鸡蛋、奶粉，好的奶粉是必须的，其他的东西，苹果，我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有钱的吃王林。吃那个什么，吃王林，吃这个，吃我的这苹果，吃王林，吃斗南，吃这有文化的苹果，你看我这我的苹果，穷的吃富士，再穷的吃国光，
啊，都是苹果，苹果能保给你充足的 VC。说老了没牙，嚼不动，嚼不动，切成片儿，切成片儿还切成块儿，我就囫囵吞枣吞下去也行。晚上这维生素吃进去了，我是吃苹果是连皮都吃了，只要有了苹果，有了麦片，有了奶粉，再加上老邓和阎鹤祥给我的咖啡，哎，这一天就又混下来了，混下来就是一天啊！大鱼大肉咱也吃不起，也不吃，只吃这些粗茶淡饭，花不了多少钱。跟老五学，老五吃的油腻，我那天就给老五寄了一箱苹果去，我说老五你太油腻啊，不是说老五人油腻啊，好男人就得油大，老五就是油大，老五不是油大，油大一说就这成出卖耶稣那个去了。老五是苦日子过来的人，一般人不知道，我比老五大10岁。那会儿我是新华社管北京新闻的记者，我太知道了老五了。老五是条汉子，而且这人敢自嘲，哪天不花才30、50的，有钱咱们大户人家。吃点呗，喝点呗，点儿辙没有。我没见过老五，但我知道老五是不吹牛逼的，他那事儿也不能说，他也不说。我呢是一直是个看热闹的，我是照大相的啊，这边我也照，那边我也照，两边全照啊。我这袜子，我这帽子，我这伊拉克老兵的帽子。点儿辙没有，吃点呗，喝点呗，点儿辙没有。我人呢最重要的是分享。那天我就把我这苹果给老五寄了一箱去，寄了一箱。我说老五啊，你吃那东西太油腻。为什么吃油腻呢？底层人老百姓跟我似的，什么油大吃什么，吃了就。你看那个旧社会那穷人吃油叫什么煎饼果子，为什么煎饼果子油大？你吃的那油大的东西哈，哎，半天不饿不消化，不像那大户人家。这是怎么大户人？我看那个老五还是喜欢吃油大的，为什么呢？他有一段时间呢，那时候我学姐就老说，说老鸭呀，你什么都挺棒，你唯一一个事儿，你没进过监狱，哎。你没进过监狱，啊！我学姐都进过监狱，你看我女儿这小胡子，这孩子，在监啊，老五进去过啊，而且是他，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破孩子，老五。那正长身体的时候，本来他学画画的，但进去也有好处，就锻炼了他，就是锻炼他的强劲的机体，而且对社会有深的认识，所以他敢自嘲啊，点儿辙没有，一包华子，哪天不花他30、50的，专捡油大的吃，我是不行，因为这个人的骨髓里边啊，他那个能造血，如果油大了就造不了血。你看我都秃头，为什么呢？就是说我造不出血来。秃头的人都是油大，我就油大，所以我多也就吃点白薯什么的。我这白薯搁这儿，我这小鸟还没来，点儿辙没有啊，点儿辙没有。吃点呗，喝点呗，点儿辙没有。吃点儿呗，喝点儿呗，点儿辙没有。
我是一直享受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3页。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句号。